这一部影片很多人留言，那有人回应说联络官网，没有人回应。那这边跟你说抱歉，因为我们大概八点之后呢就很少会恢复了。那我们上班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。那有人说这部影片这些东西已经卖掉了来拍影片赚取流量，那我跟你说并没有，因为有些老客户一直关注我的，只要我发影片他马上就看到影片，马上呢就跟我购买了。所以你们想要第一时间买到我的东西设备，就是要关注我，随时看到我的状态。那因为这个电视是非常多人想要买的，所以在很快的时间就卖掉了，甚至32寸一抛不到100观看就被老客户买走了。所以呢，你们想要第一时间买到很夯的设备，就是要关注我，只要我发布影片，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我在卖什么东西了。就这样子，谢谢。